这件事就算是完成了，恭喜你。有个有趣的工作。 科学部门因为你而更强大了一点点，一点点。
这座岛不只是一个地理位置，更是历史上的转折点。对我来说，这里的时间已经冻结了，永远冻结在我第一次看见霸王龙的那瞬间。我随时都愿意和你一起工作。Thank you.